何故？你现在回来了吗？送外卖，你有客人就先忙吧。不要让你走了。韩哥，他是谁啊？还行，没和他通话。你不是有饭局吗？我提前走了。之前叫你来你不来，我有事要等你吗？没有，要不我先回去了。晚晚收拾了再走，不然房里一股子味儿。韩哥。 我来收拾就好了，你让他回去吧。何故？他你认识吗？在电视上见过。我叫庄婕妤。何故？婕妤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啊，我是说，他跟当年的冯峥有点像吧？不像吗？唇红齿白的小白脸，年纪好像也差不多。不太像。去。好。嗯，这个男的。 还是个工程师。嗯，哎，你和韩哥很熟吗？什么？哎，你干嘛啊？推我干什么？装装样子都不会，你配合点行不行？为什么要配合你？我不需要装。哼，你以为你谁啊？像你这样的我平时看都不看，跟我摆什么谱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君寒。 谁让你动他的？是他先。糟了，韩哥，我看你挺厉害呀。几天没见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不是，从来没见过宋君寒这样，为什么单单对这个男的就……你要敢走出去一步，以后就别想见我。宋君寒，这些年你一直都很听话，今天也会听话的吧？君寒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怎么算过分？ 在我面前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算不算过分？这件事应该不算我的错。你再说一遍。